7月11、12号，一时代总经理联谊会举办了宜兰山海逍遥游。独家报道社长张玉为了替即将推出的新书《叫我第一名总统裁缝师》李万进试读本取材，即使知道此行不轻松，但为了体验撰组，做什么都要挑战极限，创造第一的精神，说什么也只有身体力行，跟着聊落去。独家报道张玉社长从2年前一场有如家宴的温馨聚会，和一种所有前辈们每一次会晤，都让张社长深刻感觉，在浮沉的俗世、请杂的商场，能得到这样真心相待的良师益友，而且是好大一群，是多么的难得与幸运。